什么是蒸汽波？虽然现在的蒸汽波艺术大多与日本动漫八九十年代的复古文化相关，但其实蒸汽波艺术起源于本世纪的美国，其初衷是为了讽刺无限扩张的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，而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完美的符合了这两点，因此才会成为蒸汽波素材的场合。不过用日本文化来反资本主义也就图一乐，真蒸汽还得看古巴人民。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如何用一个词侮辱美国古巴，如何用一个词侮辱中情局卡斯特罗。大家好，我是新二部的袁凯。古巴是北美洲加勒比海的岛国，人口1000多万，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，将近两个松辽。对于美国来说，古巴的存在就像是交警队路口违章，城管局门前摆摊。古巴距离美国本土最近的地方只有90海里，美国横行霸道了几十年，从北冰洋的海底到阿富汗的山洞就没有他不打的地方。但在他眼前的这个国家偏偏反美反了50年，至今依然好好的，他的存在就是为了对美国起脸输出。古巴如今的局面是过去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。自1902年以来，美国光直接登陆古巴的行动就有3次，让每一代古巴领导人都沦为美国的笑柄。美国控制了古巴经济的命脉，从来都没想过这个岛上能做出什么妖来。1933年，古巴首都哈瓦那发动政变，一个叫巴蒂斯塔的中士带领着一群中士推翻了古巴政府。这个巴蒂斯塔很有精神的在政变之后，把自己的军衔从中士直接一步提升到了上将，成为了陆军参谋长，控制了古巴的实权。对于美国人来说，政变吧，不稀奇，过两天又是一个民主典范。很快，巴蒂斯塔就来战书认爹了。美国欣然笑纳。1952年，美国人对巴蒂斯塔说，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上将了，应该学着自己当总统了。于是巴蒂斯塔发动了政变，正式成为了古巴总统。巴蒂斯塔在古巴忠诚地履行了一个买办的职责，把古巴经济全部交给美国控制，还帮助美国修建了关塔纳摩基地。虽然他治下的百姓穷困，政治腐败，但那不是美国人要考虑的问题。1959年，古巴革命党赢得胜利，巴蒂斯塔带着全家提桶跑路，美国人依然心态稳定，无非就是一次换子疑云嘛。但是他们很快发现，味道不对啊！因为推翻巴蒂斯塔的人叫做菲德尔·卡斯特罗。菲德尔·卡斯特罗似乎从小就跟父慈子孝这个词绝缘。他出生在古巴的大地主家庭，家里有上千公顷的土地，但他从小就同情家里的雇农，13岁开始就组织自家雇农罢工。人生中第一个革命对象就是自己的父亲。大学毕业后的卡斯特罗致力于反帝反殖民，他一边帮穷人当律师，一边参加拉美各国的反帝运动。他深感巴蒂斯塔政权的倒行逆施，想要推翻古巴军政府。1953年，菲德尔·卡斯特罗和弟弟劳尔·卡斯特罗率领革命青年攻打古巴蒙卡达兵营，打响了反抗巴蒂斯塔的第一枪。虽然卡斯特罗的武力跟军政府相比不值一提，但是巴蒂斯塔政权实在是太不得人心。卡斯特罗获得了古巴百姓的普遍支持。1959年1月，起义军攻占东部城市圣地亚哥，巴蒂斯塔提桶跑路。这段剧情在电影《教父2》中也有体现。本来，卡斯特罗并不想和美国交恶，但他的行为让美国无法容忍。卡斯特罗上台后立刻进行了土改，从自家的土地开始，卡斯特罗要将整个古巴的土地分给穷人。古巴最大的地主是谁呢？联合国品，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那个拉美赛博朋克企业。卡斯特罗二话不说打了联合国品的土豪。在美国人看来，卡斯特罗你是赫鲁晓夫打饱嗝玉米棒子吃多了。美国立刻决定制裁古巴，禁止向古巴出口石油，结果古巴开始从苏联进口石油。华盛顿又命令美国在古巴的炼油厂禁止提炼苏联石油，古巴就直接没收了美国的炼油厂。美国禁止进口古巴蔗糖，古巴就把蔗糖卖给苏联。总之，在苏联的支持下，美国的制裁行为就像是管新垣结衣叫老婆，一厢情愿，基本没有起到效果。看见卡斯特罗软硬不吃，美国终于想起了自己的传统异能，只要中情局发动进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卡斯特罗的改革让古巴大量的中产阶级、富人和前政府成员流亡海外，中情局把这些人收拢了起来，想用他们来颠覆卡斯特罗政权。从卡斯特罗上台，中情局就开始进行小规模的渗透，可惜都没有取得效果。终于在1960年，中情局对刚刚当选的美斯总统肯尼迪汇报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——十字军计划。中情局对古巴的信息很多来自于古巴的流亡者。根据这些流亡者的描述，卡斯特罗政权在古巴已经天怒人怨，古巴境内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派武装，只需要一声号令，10万古巴人就会来恭迎龙王归位，干翻卡斯特罗。中情局再把这些信息添油加醋的汇报给肯尼迪，结论就是古巴就是一栋破房子，只要我们踢上一脚，卡斯特罗就会垮台。这一脚怎么踢呢？中情局长杜勒斯是这么规划的。杜勒斯说，我们已经招募了1400多个古巴志士，这群人个个身经百战，一役当时，只要我们提供给他们武器，让他们登陆古巴，他们就能与古巴百姓里应外合，建立新政府，然后以新政府的名义向美国求援，到时候咱们干涉就有理由了。由于 CIA 之前成功颠覆了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权，所以肯尼迪虽然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表示你办事我放心，你去干吧。当然明白人也是有的，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提出了一个疑问，古巴军队有3万人，我们只有1-2千人，这帮人顶不住卡斯特罗怎么办呢？中情局表示不必担心，我们已经找好了一个隐秘的登陆地点，悄悄地进村把枪都表，而且登陆地点人烟稀少，抵抗不会很强，只要能稳固住登陆场，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。
由于总统已经批准，钟情于开始秘密组建古巴旅。秘密到什么程度呢？古巴旅刚开始组建没几天，纽约时报就在头版上刊登了一个号外，大意是卡斯特罗你要当心了，中情局已经在危地马拉训练流亡者，随时准备反攻古巴了。而这个被中情局吹得跟赛亚人一样的古巴旅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？首先，这个古巴旅就像是袋装的乐事薯片，看着挺大一包，干货根本没多少。所谓的1000多人身经百战的古巴旅，其中真正当过兵拿过枪的只有100多人，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和商人地主，这些人的战斗力只能当战场气氛组。这帮人打仗虽然不行，嘴炮倒是一个比一个厉害。在行动开始之前，古巴旅的人在迈阿密休整，这群人在迈阿密的酒馆里没黑没白的吹牛逼，说老子们要去打古巴了，马上就弄死卡斯特罗。他们把一个秘密行动给吹得满城风雨，迈阿密所有人都知道中情局过几天要组织人去打古巴了。在登陆行动开始之前，美国人给古巴旅几架飞机，让他们去轰炸古巴空军。这群人发动一场偷袭，成功炸毁了几架古巴空军的飞机，但是回到基地后发挥传统异能，说自己全歼了古巴空军，古巴已经不剩下一架飞机了。美国人信了他们的说法，取消了登陆那天的空中支援。1961年4月17日晚上，登陆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古巴旅的人乘船出发，决定在古巴南部诸湾的两个滩头长滩和吉隆滩登陆，悄悄的进村，打枪的不要。在登陆之前，中情局觉得这会是自己的高光时刻，生怕媒体不知道自己的身影。他们居然找了一家广告公司，用广播向全世界宣布了古巴旅即将登陆的消息。但是因为电台频率没调对，全世界都收到了古巴旅要登陆的消息，只有古巴旅自己一无所知，还以为自己是秘密行动。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当古巴旅的人到了吉隆滩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这个 CIA 反复保证过的无人荒滩，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改造成了海滨浴场，每周末都有上万的旅客在这里度假，卡斯特罗本人也经常来这钓鱼。而且登陆的当天是周日，海滩上的人满坑满谷，登陆部队上岸后看到的是什么盛况呢？对此，中国韩国日报社描述道，晚高峰来到西二旗，早九点排队填中院，国庆假期造访中山陵，春运开始来到北京站，假期头天开车经过大山子，周一早上广州地铁4号线，大流出新作签字售书，杰伦演唱会免费能看，新元节一全网公开征婚，比尔盖茨宣布重新婚恋，除夕夜央视收视率双十一威亚直播间，比气势敢叫中国落泪，看密度能让印度胆寒。早已枕戈待旦的卡斯特罗听到登陆的消息，第一时间率军赶了过来，古巴军队的火炮坦克一应俱全。而古巴旅的装备差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把机枪安装在登陆艇上，由于安装的不太牢固，机枪后坐力太大，导致开火的时候掉了下来，扫死了自己一船人。卡斯特罗与古巴旅连夜开始激战，天一亮，所谓已经被全歼的古巴空军迅速出动，击沉了一艘古巴旅的船，这艘船上放着登陆部队的全部补给。双方打到第二天白天，古巴旅就已经撑不住了，指挥官佩佩紧急向美国求援，要求派遣飞机来掩护自己撤退，看在有管你叫爹的份上，拉兄弟一把吧。在中情局的组织下，美国派遣了4架 B-26 去掩护古巴旅撤退。就是飞机抵达了海滩以后，等到的不是古巴旅，而是古巴空军和高射炮，4架飞机全部坠毁。按说在约定的时间，古巴旅应该在地面掩护飞机的行动啊，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？这次空袭失败的原因公布以后，整个美国都破防了。因为这4架飞机是从尼加拉瓜的美军基地里起飞的，而尼加拉瓜跟古巴有一个小时的时差。中情局在安排飞行员行动的时候，忘了给飞行员调手表，导致飞行员提前到了1小时，一头扎进了古巴军队的怀里。到这个份上，仗也就不用再打下去了。1961年4月19日，山穷水尽的古巴旅向卡斯特罗投降，中情局的行动以完败告终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猪湾事件。这件事在美国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让美国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笑柄。中情局长杜勒斯毫无意外地滚蛋了，美国各部门噤若寒蝉，没有一个敢出来背锅的。肯尼迪因此说了一句名言，成功有1000个父亲，而失败是个孤儿，跟你们这群虫子们在一起，怎么他妈能搞好政治呢？最终只能肯尼迪自己发表全国讲话，宣布自己对猪湾事件的失败负全责，并保证以后绝不再犯。经过这件事儿，肯尼迪彻底郁闷了，不知道他郁闷的时候会不会坐着敞篷车出去散散心。但是总统认个错这个事儿并不能算完，被卡斯特罗俘虏的1000多名古巴旅成员都是在美国有家有业的，美国得想办法把他们捞回来。由于古美之间已经没有外交关系，美国派了个律师叫做詹姆斯·多诺万的去和卡斯特罗谈判，想把这些人接回来。但没想到的是，猪湾事变之后的中情局不仅不死心，反而为了挽回面子想刺杀卡斯特罗。中情局知道卡斯特罗好潜水，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件潜水服，将里面涂满了毒药，让多诺万给卡斯特罗带去作为礼物送给他。结果在多诺万出发之前，他检查行李，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件潜水服不顺眼，因为这件潜水服经过加工变得皱巴巴的。多诺万觉得这么破的玩意儿也好意思拿来送人，就自作主张把这件破衣服扔了，自己花钱买了件高档潜水服送给了卡斯特罗。后来在这位律师的撮合下，美国向古巴赔偿了数千万比索的药品和婴儿食品，才赎回了古巴旅的战俘们。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战争赔款。不过多诺万这次出行的意义不仅是撮合了这场谈判，它还有另一个意义，它是第一次由记载的失败的刺杀卡斯特罗的行动。
刺杀卡斯特罗是中情局的一件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，在卡斯特罗诞生以前，谁也没想到刺杀这件事情居然也可以旷日持久。根据古巴方面自己的统计，卡斯特罗一共躲过了638次暗杀，实际上真正执行的数字没有这么多，但几百次也是有的。中情局刺杀卡斯特罗的过程之离奇，简直让你怀疑这是不是碳基生物干出来的事儿。卡斯特罗好潜水，中情局一个特工想了个办法，把炸药藏在贝壳里，涂上鲜艳的颜色放在海底，等卡斯特罗被贝壳吸引的时候引爆它，炸死卡斯特罗。且不说卡斯特罗作为一个成年人类会不会被一个鲜艳的贝壳吸引，单就说这个创意的可行性，中情局的专家们计算了一下，在海底的水压下，炸药如果想炸死人的话，这个贝壳的体积大概比汽车小点有限。对于这个行动而言，让卡斯特罗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大的贝壳，可能比刺杀卡斯特罗本身难度更大一些。一计不成又是一计，中情局买通了哈瓦纳希尔顿酒店的员工，准备了一个毒胶囊，想往卡斯特罗的奶昔里投毒。结果这个员工把胶囊保存在冰箱冷冻室里，到了行动的时候，毒胶囊粘在了冰箱壁上拿不下来，狠心一拽，胶囊漏了，差点把他自己毒死。在卡斯特罗演讲的时候，中情局还派过特工想用遥控飞机带着炸弹炸死卡斯特罗，但是那年头也没有大疆。到了演讲那天，中情局设计的遥控飞机死活飞不起来，眼睁睁看着卡斯特罗演讲后安全离开。由于很多时候中情局不便出面，于是他们便找来了当时一个美国黑手党大佬叫约翰·罗塞利，请他帮忙刺杀卡斯特罗。这个大佬一辈子最出名的事情，就是在1948年的某一天，拿着枪进入了一家好莱坞电影公司，拿着一个姑娘的照片对老板说：“要么她红，要么你死。”照片上的姑娘叫诺玛简，后来她的名字叫做玛丽莲·梦露。在中情局和黑手党的联手之下，刺杀卡斯特罗的行动更喜剧了。1971年，卡斯特罗访问智利，中情局派了两名杀手假扮成记者混进了新闻发布会，他们把枪支放在了摄像机里，按说这次计划万无一失了。结果到了发布会马上开始之前，一名杀手突犯阑尾炎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，另一名杀手秦武阳附体，没了同伴忘了怎么行动，全程围观了卡斯特罗。像这样的废柴杀手还有很多，有拿着火箭筒搞刺杀，嫌动静大怕自己跑不了临时反悔的，有临投毒之前良心发现放弃自杀的，还有计划执行之前因为美国拖欠工资而主动自首的，如此种种不一而足。卡斯特罗爱抽烟，中情局为他设计了很多种雪茄，有毒的能爆炸的都有。可是卡斯特罗的雪茄是特供的，从不抽外人的雪茄，中情局想尽办法也没办法把毒雪茄送进老卡的嘴里。最后终于快把关节打通的时候，卡斯特罗戒烟了。进入21世纪，中情局终于绝望，放弃了刺杀卡斯特罗。卡斯特罗自己都嘲弄地说：“我能活到今天，完全是中情局的责任。”朱安事变的失败让美国和古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。卡斯特罗为了保护古巴，毫无疑问地投向了苏粟裕东的怀抱。看见肯尼迪的窘态，赫鲁晓夫相当得意：“鼻子呀，古巴的水太深，你把握不住。你交给书，你看书是怎么把握的。”1959年，在美国对新生的古巴政权进行层层围堵时，苏粟裕东向古巴伸来了橄榄枝：“忘了他吧，我终于米养你。”美国禁止购买古巴蔗糖，苏联派人接触在埃及的切格瓦拉，开口就要了50万吨。本来卡斯特罗一直力图让古巴走中立路线，但他很快就意识到，对于古巴这样的小国来说，中立代表着危险。美国敬酒你不喝，苏联夹菜你转桌，你以后还想不想在地球上混了？现在苏联初次接触就送上这么大的礼包，卡斯特罗立刻意识到老大哥是靠谱的。1960年，苏联派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古巴，来考察一下这个小老弟值不值得培养。卡斯特罗隆重地接待了米高扬。米高扬回到莫斯科，给赫鲁晓夫的结论是：古巴可以培养，但要小心古巴革命因亲苏而被美国扼杀。说这话，苏粟裕东就不爱听了。有我在，我能让美国佬把古巴灭了？不能够啊！古巴和苏联互相需要，在美国的压力下，全世界唯一能罩着古巴的国家就是苏联。1961年，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正式走社会主义路线，在美国眼皮子底下投共，把美国恨得牙根痒痒。因此卡斯特罗认为光结盟是不够的，因为苏联离古巴距离太远，如果美国入侵后再等苏联援助的话，苏军连自己的头七都赶不上。卡斯特罗得让美国明白，打古巴的屁股就等于打苏联的脸，对古开战等于对苏开战。同时苏联也认为是时候该打古巴牌了。50-60年代还处于冷战初期，相比于刚经历了二战百废待兴的苏联，美国的优势非常大。在战略核武器方面，1961年美国的洲际导弹是苏联的3倍，战略轰炸机是苏联的8倍，而且当时苏联的洲际导弹技术非常不稳定，发射出去也很可能做布朗运动，核威慑力根本不可靠。而美国的导弹则布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，直接威胁苏联腹地。所以为了扭转劣势，苏联决定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和核武器，用赫鲁晓夫的话说，这是往美国的裤裆里塞一只刺猬。1962年8月，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酒吧里吹牛说，古巴现在拥有着装着核弹头的远程导弹。这个说法很快传遍了古巴，每当看到这段故事，我都对古巴人民严谨的保密意识感到啧啧称奇。1962年10月，美国在古巴的线人提供了一条号称绝对可靠的消息，古巴正在修建6个中程导弹基地。对于这个消息，美国人民嗤之以鼻。经过前面的故事，相信大家也能理解，美国人认为古巴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苏联从来没有往国外部署过导弹，而且卡斯特罗上台后先亲美后亲苏，舔口草都没有他能到，苏联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武器交给他。
中情局的人众口一词，觉得这事儿不靠谱。只有新局长麦克恩觉得还是得核实一下，派了一架 U2 侦察机去古巴上空拍了一圈。10月16日，侦察机获得的影像资料分析完毕，美国高官们看后倒吸一口冷气，丫头别装了，侦察机不会骗人的。照片上的导弹发射车和运输车清晰可见，本以为远在天边的死神赫然来到了眼前。10月18日、19日，肯尼迪和幕僚们在讨论如何应对苏联的导弹，他们有两种选择，空袭或者封锁。万幸的是，肯尼迪选择了封锁。肯尼迪认为，直接空袭古巴的苏军部队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。虽然美国的国力强于苏联，但偷袭一个大国的后果是高度不可控的。众所周知，珍珠港事件一声炮响，给昭和男人们送来了父亲，前人因见不远，所以肯尼迪选择了封锁。对于肯尼迪的抉择，美国国会和政府内很多人不以为然，他们觉得肯尼迪太过软弱，这么小事还要当总统。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肯尼迪集结了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，8艘航母、90艘战舰和1000多架战机联合封锁了古巴，并制定了一个34万人入侵古巴的计划。这次的入侵就绝不是朱湾事变那种小打小闹了，而苏联对此也针锋相对，先是否认，后是拒绝撤走导弹。一旦美苏擦枪走火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瞬间爆发，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寄托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小岛上。而在对峙期间，美苏都发生过几次极其危险的军事误会。根据当时人们的回忆，那几天的气氛紧张得让人难以忍受。最终，经过短暂又漫长的政治博弈，美苏终于在美国决心开战的前一天达成了协议。1962年10月18日，美苏达成妥协，苏联撤走导弹，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封锁，并保证不再入侵古巴。同时，美国私下答应将撤走布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导弹。美国赢了面子，苏联赢了里子，双方皆大欢喜。但有一个人很不满，就是卡斯特罗。卡斯特罗坚决反对苏联撤走导弹，但赫鲁晓夫撤走导弹时甚至都没跟他商量，这让卡斯特罗十分不满。苏联洞察到了卡斯特罗的小情绪。1962年11月，米高扬再次来到哈瓦那，跟卡斯特罗解释，苏联作为一个面积不到 400T 的小国，也有自己的难处。同时，米高扬也正式带来了苏联对古巴的援助计划。如何形容苏联对古巴的援助力度呢？俩字概括就是欧亚。美国人不买的蔗糖我买，美国人不卖的工业品我给，美国人不卖的石油我送。从1962年开始，苏联开始高价收购古巴的蔗糖。苏联常年以国际市场价6到9倍的超高价收购古巴的蔗糖。仅1981年到1985年的5年里，苏联就补贴给了古巴157亿美元，完全就是给古巴白送钱。除了给钱以外，苏联常年以6折的价格向古巴输送石油，每年提供无数的原材料、工业品和化肥粮食，还每年提供15亿美元的低息或无息贷款。贷款还不上也不要紧，跟老大哥说一声就给你免了。到苏联解体之前，苏联总共给古巴提供了61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，25亿美元的军火援助和数百亿美元的贷款。到苏联解体时，尚有280亿美元没有还清。可以说，苏联在冷战期间养起了整个古巴，让古巴人民在冷战中的日子过得极其滋润。事实上，每当我翻看冷战的历史，看到苏联虎的冒泡的对外援助数额，我都不得不感叹老大哥物力之丰盈，也惊讶于他能挺到1991年真是个奇迹。当然，虽然这些钱也不是白给的，古巴充当了苏联革命输出的马前卒角色。在70年代苏共为首的大背景下，苏联出枪，古巴出人，成为了固定搭档。在拉美，在非洲，到处都有古巴战士的身影。我们前面提过的欧加登战争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。1979年，苏联在古巴修建了雷达站和核潜艇基地，美国对此严重关切，引发了第二次古巴危机。可是1979年的美苏实力已经今非昔比，你地虚晃，无限猖狂。苏军中和善的眼神让美国生生地忍了这口气，不了了之。冷战时代是古巴的黄金年代，靠着苏联援助，古巴的教育、医疗、行业的基础就是在那个年代打下的。冷战期间，古巴成为了拉美唯一一个完全摆脱了饥饿问题的国家，治安稳定，环境优美，人类发展指数为极高水平。虽然在美国眼皮底下反美，但美国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黄金的年代好像永远过不完，直到1991年，莫斯科红旗落地，古巴人梦醒了。苏联解体对于很多国家都是灭顶之灾。早在苏联解体以前，苏顺帝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大幅削减对古巴的援助，并且要求古巴用硬通货购买苏联的物资。苏联解体前，驻古巴的苏军全部撤出，古巴经济上失去了输血，安全上失去了庇护，一夜之间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弃儿。在苏联的京沪会体系里，古巴只需要做好螺丝钉、生产蔗糖就可以，其他的自由老大哥料理。在苏联解体后，古巴必须独自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了。曾经高度机械化的古巴农业倒退回了蓄力时代，满街的汽车也不再奔跑，因为没有了苏联援助，古巴没有足够的汽油来驱动这些机械。由于燃料短缺，1992年古巴城市每天平均停电18个小时，270家工厂80%停工。由于粮食匮乏，到1993年古巴人均瘦了9公斤。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，美国送上了一记助攻，宣布所有在古巴停泊的商船6个月内不得停靠美国，想彻底葬送古巴。为了生存下去，古巴1991年开展了
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总动员，在全国开展了大改革，将国营农场的权力下放，搞联产承包制，动员军队投入农业生产，缓解粮食危机，在全国树立风车，开展风力发电，开掘本土石油。1991年确定旅游业为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。92年放开外资，93年开放海外汇款。终于在1994年，古巴经济触底反弹，实现了难得的0.7%的正增长。但古巴的努力也只是将自己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而已。古巴的改革相当谨慎，对于私营经济始终没有完全放开，严格规定了私营经济所允许的规模。卡斯特罗认为市场经济是最自私最无情的制度，同时他也担心一旦全面放开经济，古巴势必被美国所掌控。如今的古巴处于一种先进和贫穷叠加的奇妙状态。古巴拥有第三世界中堪称模范的医疗和教育体制，这是冷战时期的遗产。古巴的医疗体系相当完善，医疗水平也非常高，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奥巴马都公开称赞古巴的医疗体系，在人民投入不到美国5%的情况下，古巴的人均寿命比美国还长。在教育体系上，古巴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一流教育队伍，每14个古巴人中就有一个本科毕业，识字率几乎100%，这在拉美社会中极为罕见。可是，古巴社会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，商品的极度匮乏始终困扰着古巴。由于自身工业能力较差，创汇的产业又不多，古巴人始终缺少足够的商品供应。教育水平虽高，在社会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。医疗体系虽好，却始终面临药品器材短缺的问题。古巴人生活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，一方面他们拥有一些令人羡艳的福利，另一方面他们又的的确确处于一种贫困的状态。菲德尔·卡斯特罗于2016年去世，600多次暗杀没有夺走他的性命。这个拉美永恒的传奇，终于以90岁的高龄黯然去世。他将古巴交给了弟弟劳尔·卡斯特罗。相比于哥哥的魅力十足，劳尔是个低调的战士。这个会唱东方红的弟弟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但他依然是务实的。他曾经有一句名言：“允诺比大炮重要。”劳尔力图推动古巴的经济改革，与美国缓解关系。终于在他任上，古巴实现了古美关系的破冰。2021年4月16日，古共八大在哈瓦那举行。90岁的劳尔·卡斯特罗正式宣布退休，不再担任党内职务，将权力交给了新一代领导人迪亚斯·卡内尔。卡斯特罗时代结束了。劳尔的命运与古巴的命运很像。他们都是一个过往时代的余生，旧的时代已然过去，未来的世界无法预知。对于经历古巴整个近代历史的劳尔来说，回忆往昔也许比畅想未来更加幸福。在过去的时光里，有他的兄长，有切格瓦拉，甚至有列宁和赫鲁晓夫，这些人在一个富有梦想和激情的时代里对他呼唤 Давалиш， 跟我一起来粉碎资本主义吧。